第三方出来了，可是里面没有附魔不是吗？对啊，等一下，这好可怜。哇，三人混战，想偷捡，想偷捡，想偷打，他打谁？他帮，哇，他刚帮。他帮反团吗？哎、欸，汇合了，汇合了，汇合了啦！笨蛋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死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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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死敌！哇，那个好怕好怕！哦！哎，快跑啊，洋洋！哇，分开了，被分开了！分开分，哇，打不动了，他的装备没了！回来了！哈哈哈！哇塞！音乐快跑啊！音乐，我不能看呐、啊！哇！你们听我说，在开战之前，团团讲了一句话。什么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在。他装备太顶规了。哇！闪闪闪闪！哎呦！哎呦！闪闪要一打了！闪闪闪闪闪没有投资哦，他们有哦。这边可能要靠利用岩浆多烧几个。团团太夸张了啦！哇，惨了！会完全不够啊！射一下，零滴啊！收到了。哇，好溜啊！可能没有岩浆了，可能应该没有岩浆了，被放水了。应该要没了。哇！哇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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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又跑了！躲掉了！哎，卡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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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自爆！有吃到！有吃到！有吃到！死到了！哇！不行不行！两滴！完了完了！两滴！零滴！闪闪，你已经很溜了，闪闪！没事，上树上树！哇！哇哇！他超恶心啊！他最恶心了。红利是红利二吧？什么装啊？我们硬装呀！你做的很棒啊！其实就是我。他讲的，他刚讲的。凶凶凶凶凶！哇，提早结束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发光哎、欸！好早啊，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刚那，你打我好可怕、啊！刚刚追我的那两个谁啊？也追太久了吧？洋洋跟酱油，酱油跟洋洋啊！因为洋洋就说追，我就你追了。你追的过程中，团团帮我吃了三个蘑菇汤。吃金苹果，吃金苹果。我就扣饱食度，想说可以喝蘑菇汤。然后忘记吃东西，我整个射两颗，我才发现，哎，我怎么没有粉？跑不动了吗？你们团团，你的武器是什么啊？好痛哦！哦，我刚刚追，然后团团一直用那个，我其实用铁斧打你，我铁斧只有效率一而已。钻剑呢？效率一钻哦，钻剑的话是那个锋利二，锋利二钻剑，对对对对哦，难怪很痛。吓死小怪怎么突然出现啊我们其实原本先在地表，然后忽然间就看到你们那边一堆 ID， 我想说是怎样，然后就刚好看到你们绿队跟你们打在一起，然后想说跟你们打完，然后团长一直叫我帮他吃，我没办法，我饿，我也叫队友吃，可是太赶了，那个损血太快了，来不及吃了。我们都不饿。我是那个时候，因为前期那个啦，打远远的金苹果就有比较多。哦，对，就我被这个平台尾随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听我解释，那天是刚刚是团团说，哎、欸，我听到水声，哎，我就说，哦，好啊，水声在这边，我挖到水，然后发现有火把，我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找找看？就往上找，看到你在看的地方就劈下去了。才刚走上来不久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做东西哦、喔。走上去十秒钟而已，我就突然被打了。哇！你要怪团团啊！魔晶苹果哎、欸！哇！哇！幸运哦、喔，超幸运！那、欸、你没有吃到吗？可及无无穷。变苹果，变金砖了啊！可以可以。你刚刚不是在地里追到我们吗？那时候他自己被你打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在吃了。对不起，永远都补回来啊！狂吃，快吃，快吃，救命！快吃，快吃！超好笑了。哎、啊，阿纪，你第二次发光在叫什么？
对啊，你刚刚那边叫到我这边一直在那边学你啊，这是我在抓他，他在抓我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躲起来了，躲起来的时候，我赶快往后挖，一挖之后马上那个稿子爆掉，变900，直接消失，直接发光，直接爆挖，把子快挖快挖快挖，我没在追，哦。好可怕！对，很逗。一开始就是我们其实地底还蛮近的，然后看到你发光，我们就往你那里去。而且你那时候运气很好，你不是被砾石压到吗？嗯，对，那时候你还没有看到吧？没看到啊，那时候是盖。对，我就想说挖一下砾石，应该直接挖出你就砾石有够多的。你都知道我扯。我是想到奇怪，后面怎么有挖掘声？那一回头看，哎，亏得贵，两个历史就一堆。但我看到你被历史压到，没有啦，没扣血啦，稍微扣一下。好笑，吓死！一开始蘑菇那边就好多人哦、喔。对啊，太可怕了。前面我们跟敦敦还有繁星不知道打到谁。对啊，打了三次，我们不晓得打到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谁？谁、啊、叠蘑菇？欸、没有蘑。那边挥的是你吗？我总共打了三下、哦。你们有没有在蘑菇那边叠木材啊？我偷偷打啊，酱油一下。叠、啊、木材好像是我，然后有人被我打。啊，那应该是对啊，我们是打巧克力那一队啦。在蘑菇上面挖蘑菇呢。原来是你打的呀。我看到有人在那边挖白蘑菇，挖一圈我就知道他背后去砍他。那是我。一开始我闻到你的味道。对啊。一开始有看到漂浮的斧头，那好像是摇吧，被我劈了一刀，我就走了。哎、就是你呀、啊！我就看一个漂浮的斧头啊，那我不打不行的啊！叠头叠头叠头！哎、欸，我是最后一件哎、欸，放我一下会怎么样？所以摇我没有把你劈死嘛，我是劈了你一刀啊！问个安，问个安，叠手叠起来啊！对不起。各位有什么想要推荐的雷神人选？哈哈已经到附近，有点抓不到。然后一发光说：“感谢生母，感谢老七，感谢德加布，德加布。”而且我这里啊，再补一刀哈记，他把我们的撰稿嘿挖一挖就变掉了，变掉了撰稿。我们是至少有挖到黑曜石，黑曜石还在吗？叮，黑曜石最后也没了、啊。最后的附魔装是捡别人剩下的、欸，捡巧克力捡到全套、欸、地表去捡啊？对啊，地表超多的，而且是团团捡完之后他跑去捡，好居然吗？对，隐约一直看着你，一直不敢前面。你在树下捡，我在树上捡。等你走掉，等你走掉之后，我才跳下去，再开始继续捡。这是捡垃圾的那种。哎、欸、哎，哈、欸、基，我觉得你逃不掉，就你了啦。有没有其他人选？其他人选？我当然有，被压死。你谁被压死？我两个队友被被压死。我跟一拳。为什么你们逃不掉？是不是啊？那个时候我们差两格就到对面了。哦、啊，你们是不是？重点是资源都在我跟一拳身上哦。你们是压在土里面吗？压在里面没办法挖的。是土里面还是石头？就是石头跟土的那个交。啊，交界处。叫你们做铲子嘛，看吧。你的声音没有，就渐渐压过去，我们手都没办法挖的。声音声音在交界处，声音在交界处，声音在交界处，好像被压。忘记发转稿给你了，被压死，不会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后一次的。哦，但是两个人被压死有没有？还把全队资源都拿走，看闪闪最后多孤单。哇，这么难哦！什么？少了谁啊？好像少了谁哦。可是。唯一胯下爆炸的好像只有一个哦。对啊，有他了，这个不用讲了啦。有起来耶！为了钻石，我挖到三颗而已，我还差两颗，所以为了拼死拼活都在挖，只是忘记了而已。是可以啊。可是你不仅胯下爆炸，还让我都找到你啊！哎，对啊。
坟墓好像马桶哦。好心机，可是我非得提名你。你的革命队友都提名你了，就认了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协助肯定得牺牲。为什么有史蒂夫？国家会感谢你。这都是谁投？中箭吸出来的吧。史蒂夫，史蒂夫没有雷神，耶耶。又是哈基了，哈基高票当选了啦！耶！民主的社会都是选你，不是你看表决结果完全没有其他数字哦。高票当选，你有没有什么当选感言啦、啊？对啊，感言讲一下。那首先我感谢我爸妈。这是不是也对不起你爸妈？身体透支父母，你的胯下爆了。哎，这次不看氪金那些啊？16，看一下，差点忘记。这届太嗨了。这届真的很嗨，很紧张哎，一直被追杀。我觉得这样子好多了。哎。杀人数哇！我没杀到人，好惨！凶被我跟团员抢走。哇！哦，受到伤害，你超快！哇！爆掉的六九啊！这哇哇！感谢我的队友，感谢你的胯下吧！感谢你的胯下，好扯啊！哇，黄金棉花很多哎、欸，对，一开箱好像应该比哇团团好味哦、喔，我也很会，哇哇，他还帮队友补血，他还当被他还帮队友补血，不是补血，我是补血，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帮我补来的，这个还不包含那个汤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不包含汤啊，好汤、喔。我这里要说一下，我那三颗金苹果全部都是帮他寄补。十九颗，哇哦，哇哦，应该就只放在你们那里啊。对啊，全部被挖走了。而且有一个还是在逃跑的时候挖到的。哇，这运气，被追，哇，啊，最后那个石头就不用看了啦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啦。就是最后那个八块，两个我包不了，八十块我快点，来呀！哦，难，独一无二的900啊，难怪叫成这样。没有少一，也没有多一，你们增加一点，刚刚爽。那个胯下爆炸的男人，哎，别这样，不然那个乐曲是一块结束，然后留下那个称号了，不是？可以啦，我们会永远记得。传说中爆炸，对，传说中胯下爆炸那个男人，很好啊，大家都永远记得你耶。然后爷爷哈基是谁？他跳一跳舞，回眸一笑，胯下就爆炸了。他有个传奇的故事，他有个传奇故事，然后掉眼泪有没有？会不会有人开始画出来的东西？还不是漏水啦！当你这么说，就会有人帮你画了。已经出来了，不要，好疗愈的声音哦、嗯！这是什么啊？河豚啊？河豚啊？河豚？没有充气的河豚。小河豚，你的河豚，扁扁的。好啦，休息休息，这边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恭喜灰队，耶，谢谢团团，哇，团团没你那句话的话，真的哎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，晚安，好啦，今天，哎，刚好有三个冠军队，好啦，今天就。还真的拿到冠军，我也是吓到啦，感谢各位收看。那个至于 FB 那边是12月1号开始，所以在11月的时候还会继续在 YT 跟 Twitch 开台。那12月开始就是游戏只会在 YT 不只会在 FB 开台。那YT 跟 Twitch 可能就是画画台或聊天台的时候会开，对，就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的铁护腿衣，铁质护腿衣。好啦，
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哎呦，吓死我！我只知道播个广告而已。